今日用气炸锅，整一个简单快捷又经济嘅盐焗鸡翅翼。廿一个三买咗七只鸡翼，即系平均$3一只。首先我用叶扒先，俾胡椒粉，少少料酒，半包嘅盐焗鸡粉，我哋捞匀佢。跟住俾啲蒜蓉，有啲蒜香味啊。跟住俾石子，石子喺气炸锅大煎煎。我中意咁反转啊，咁啊，俾个落佢转头，一阵间咧再反转，嗰个面头靓啲啊。摆咗四只，摆唔到咁多。气炸锅180度，首先系佢系15分钟嘅，15分钟佢会停嘅，所以一阵间15分钟再转，再反转，再炸佢15分钟就 OK 噶啦，简单快捷又经济。咁大隻嘅雞翼12蚊，好靚！你中意呢個視頻啊，記得幫我點讚啊，收藏，你都試下啦。